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三大芭蕾舞剧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部。在剧中，公主赏花时因为受到魔鬼的诅咒而变成天鹅，双簧管则代表哀怨的天鹅。库普兰是巴洛克时期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这里的墓指的并不是坟墓或墓碑，而是悼念故人的曲子。拉威尔则是以库普兰之名，向巴洛克时期法国的文化与艺术致敬。当中的前奏曲因为困难度较高，所以要特别注意演奏时的流畅度。唐璜是理查·史特劳斯最有名的交响诗，这首曲子是他根据德国诗人所创作的同名诗篇而写的。也因为这首曲子让他成为德国继华格纳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乐曲中借由双簧管温暖与美丽的音色来表现出唐璜对于女人及爱情的追求。